但愿没有伤亡啊，全都去救援了。赶上地震了，爆炸，哐一声啊！天哪！悦城一个乒乓球俱乐部，整个那个房顶都塌了，就在我家楼下，就跟地震似的，窟窿一下的。这个它是一个俱乐部，看整个房顶都塌下去了，底下都是人呢。雪底下都砸的人呢，妈呀，这么响呢！快点儿，悦城博物馆爆炸了！悦城，哎呀，里边还得有人呢，完了，可完了！爆炸了那一个。悦城爆炸了，盖儿，全完了。我要吓死！哎呀妈呀，完了，可完了！悦城爆炸了，悦城的后面的体育馆，底下汽车都砸碎了。有人受伤了，我操！